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装神弄鬼，必有所图。借我一样东西，别动。 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听到了吗？有水声。这里没有河流，没有溪水，哪来的水声？真的有，你仔细听。 张焕石，抓紧我，别松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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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那个，我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我爱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怪怪的。染料。染料。麻绳。所谓鬼灵，也不过就是人造的机关。这灵中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